所以你自己平常会找各种不同的歌来听，然后用不同的唱法唱它吗？就是还蛮喜欢的。嗯，会想要用，因为其实像有蛮多歌手他们都会改编，像那个之前刚刚李阳唱《夜来香》，之前陶喆有改过比较 R&B 的曲风，望春风。哦，望春风有夜来香，他都有唱过，对，都有改过。对，流水年华那个哈林哥也有翻唱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他是比较那叫什么，就是比较人声阿卡贝拉那种的，就是嘣起嘣起嘣。所以你在今天之前有听过张琪姐他们唱歌吗？应该没有。有听过，其实小时候家里有那个。喵喵，你现在看中视啊，风雨千年路，江山。寿的主题曲，真的耶，这个是有任何的改掉过哦，那很惊人哎，啊，我想阿咪又在哭了吧，对呀，和中视是首播，不要哭了，我觉得八千里路云和月那很震撼哎，对啊，是啊，那是他的声音哎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刚有没有倒抽一口气，觉得太震撼了？我知道是他唱的，我为什么要倒抽一口气？你干嘛不跟我讲？为什么是应该跟你讲这件事情啊？就是我们两个怎么会聊八千里路云和月？小心，那个不是，那叫大陆寻奇。大陆寻奇，大陆寻奇，对对。因为那就是从小我们听到大的耶。对，20年。我后面就冷静一下。你是说打电话多久？太震撼了。其实早期的录音室训练真的是这样。对。现在录音室太方便了，可以甚至于一字一句剪出一首歌。啊，早期就是长期在录音室一次完成的那种训练。今天压轴的是林志炫先生，你要唱的是。我只是好玩，因为上次借来上节目的时候，我们搞不出晚安曲其他的版本。嗯。后来我回去想了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唱不出其他的味道的晚安曲？后来想想，我就把它放了一个 reggae 的节奏在里面，玩一玩。好厉害哦！对，好，欢迎林志炫哥。哇！应该忘记的，莫再留恋。愿你走进甜甜的梦乡。祝你有。晚安，晚安，再说一声，明天见。试试看，所以你们两位可以一起唱吗？会不会破音？传统，如果用美声不会，你不要用大嗓子。所以我们就让志炫，志炫跟张琪姐的歌声送大家晚安。你。生活